柠檬。我们要来玩这个，这就是一个吸管，它里面有很多口味，然后喝牛奶就有不同口味。于是我们今天准备了牛奶，好像我们有六种口。用这个嘛，法拉利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那这个吸管呢？我们有六支吸管，会有巧克力口味，两边都有照到。好，因为有从这边相机它在这边，然后另外一种是 Oreo 的那种类似那种风味，你去开另外一瓶。然后还有 banana smoothie 香蕉奶昔口味，香蕉奶昔，然后还有。薄荷巧克力口味，薄荷巧克力，然后还有草莓口味，最后一个是我最想试试看的这个蜂蜜还是蜂窝口味，我不知道说它是什么，真的，他写 honey 控吗？他这个直翻就是蜂窝口味啊，不要用直翻啊，啊，蜂蜜口味应该啦，应该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倒牛奶，这个牛奶哪来？Costco。感谢 Costco 我们赞助本集哦，没有，他没有赞助 Costco 没有赞助播出，没有，感谢 Costco 本集哦， Costco 没有赞助播出，打开了柠檬，所以柠檬，我们两个好像智障哦，智缺盖子，你小玉有。感谢本集由小玉没有赞助播出。小玉能赞助什么？真枪实刀吗？我都没请他做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讲的。我不应该讲的。那你觉得上火？那你觉得上火可以赞助什么？我啊，上火可以赞助周子瑜的海报。哦，对。好了，那我们一人选一个口味吧。你先选，你要选哪位？你要选什么口味？我来选个。我要选蜂蜜口味。那我要选个蜂蜜口味，那我要选个香蕉口味，香蕉奶昔。好，你在干嘛啦？很难拔开你，好野蛮。好啦 ，OK 的。那香蕉口味的就像这样，蜂蜜口味的是黄色的一粒一粒，它也是红对焦，它也是黄色的。黄色一粒，可是它好像还有一些其他颜色。你就比较淡。哪边擦哪边呢？都是下面还是上面？哇，掉出来了！在上面是那个吗？分析的地方吗？都可以啊。那我现在就来喝啊。你是擦哪边？这样擦好。好了，反正我们来喝看吧。它这种潮过，它牛奶会涌上来。不错啊，我觉得它不像蜂窝，它不像蜂蜜，你吃过蜂窝？它不像蜂蜜，也不像蜂窝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在像什么？它比较像焦糖口味。我就是很浓的香蕉，就是那种很淡的那种，也没有很淡，就是淡淡的那种焦糖口味嘛。就是一点点这样的口味，它也没有很重。哦，对哦，我好像没有照到油桶。这样照到油桶，我们继续喝吧。我们不要换，其实可以这样，你看。嗯，真的，我都不行，我的也可以戳进眼睛。戳眼睛干嘛？王浩然。味道越少，这是一个会让别人多喝牛奶的一个东西。对啊，如果是这个的话，我愿意喝牛奶了。嗯哼，可是我发现这个牛奶好像跟我平常喝牛奶不太一样，它没有太那种太重的奶味。感谢本集由 Costco 没有赞助播出。空档时间，
我都会看一个很棒的 YouTuber 的影片，它叫做油桐，你们看，我觉得非常好看，你们要不要一起看？这部影片超好看的，我在看一个很棒的 YouTuber 的影片。你真的好棒啊！精致的开头，我想上来，真的是有料。我以为那是精致的开头。你们看，超精致，有没有？油桐 Newton 有没有？超好看。对啊，超棒的。是，很下一次他有朋友来他家，有朋友，前提是对，有朋友，需要有朋友来他家的时候，我们再喝吧。那这些我们就先收起来。感谢 Costco 没有赞助播出。好了，那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点个。